我在2017年加入北美咕 TV 奉献天使的行列，靠近最真的温柔和最美的福音，另一种气息绝不是太。我在2015年加入北美咕 TV 奉献天使的行列，爱是希望的开始，上帝的美意也是咕 TV 全新。我在2016年加入北美 Good TV 奉献天使的行列。我们需要好消息， It's Good TV， 只要在基督里，生命绝不。我在2011年加入北美 Good TV 奉献天使的行列。我们需要好消息， It's Good TV， 传播我们在2021年加入北美 Good TV 奉献天使的行列。在2011年，当我接任教会成为主任牧师，我看见了媒体的愿景，我看见了媒体的需要，因此在教会的宣教预算上，我们就编列了为北美 Good TV 以及在媒体上面的需要来做奉献，这些年从来没有停过，并且一直的在增加。我看到过去北美 Good TV 透过他们的转型，看到他们的用心，也看到他们对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时下所需要的这些资讯，他们跟上这个速度。因着我们教会的 support， 众教会的 support， 我看到 Good TV 可以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进步。让我们今天，我们就一起，我们来支持北美 Good TV， 让他们可以做出更优质的节目，能够更跟上在这个世代当中宣教的需要。愿神赐福你们，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加入奉献天使的行列。